哇，拼拳两个人，哦，对拼，哈迪还是拥有臂展的绝对优势。对，我加，哇，上来就是个迎击后手，后手啊，低扫，低扫，踢倒了，自己滑的，自己滑倒的，滑倒了以后在地面不起来了，对。格里哈迪做拳打大腿这样的动作，你别看他这样打得非常重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感觉格雷哈迪就等这句话了，对，说你要再不做有效动作，我都让他站起来了。那你让他站起来吧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他压缩了一波，应该可以再爆发，另外没有时间了，还有1分钟。 对， 对，卡斯特罗还处在这个路飞的二档状态啊，这个还得消耗一段时间，是啊，才能压缩出一大招来。哈迪这次的体能储备还是比较好的，对，没错，跟上一场来说的话，他幅度太大了，打后手的时候，非要拉一下再走，预兆太大。还有20秒，格雷哈迪就想把这个局面控制在这块，对啊，近身了以后对他也有危险，特别是卡斯罗这一回合都没怎么出拳，最后十秒，卡斯罗会被爆一波，对，啊，完全进不去，他完全进不去。被他的这个臂展完全控制住，他的脚出现了问题。哦，脚也出问题了。对，正好踢在膝。看来这两下都是用胫骨在踢，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。啊，等一下有一下他踢的那个是用脚，这一下看到了吗？正好挂到了膝尖。对，前脚趾。我有被踢过，而且。脚也被受，反而是受伤了，对，有点骨裂。哎呀，对。